夜话中南海。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栏目，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鑫。我们今天所要播讲文章的题目是：活该吴晓辉娶了邓卓瑞就敢怠慢邓家贵。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为什么单单要对吴晓辉下狠手》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一位自称目前在国外占尽风头的知情者。当年在读过我们介绍和分析吴晓辉案情的文章后，主动爆料说，当初的吴晓辉在被陈小鲁引荐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后。 在北京等地设有房地产公司的席家姐夫邓家贵欲与吴晓辉的众多产业之一浙江国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强强合作，没成想人家吴晓辉根本没拿正眼瞟一下邓家贵，因为人家看上的是邓卓瑞。 当然，从逻辑上判断，当年的习近平以浙江省委书记之尊会见本省知名民营企业主吴晓辉时，应该不会非常直白地向吴晓辉提出“你应该和我们习家开展商业合作”的要求。但日后，邓家贵眼见自己这位浙江省委书记的姐夫居然不为浙商吴晓辉放在眼里，就算自己没亲口向小舅子抱怨，他的夫人也就是习近平的姐姐习乔乔。 也应该咽不下这口气。这个齐乔乔是习仲勋与齐心所生孩子里的老大，比习近平年长四岁，出生在延安桥儿沟的中央医院，自称属于马背摇篮的一代。在当年的习家，除了齐乔乔大姐大的地位，还因为她是在习仲勋复出之后唯一一个被组织上安排长期留在习近平身边充当秘书角色的一位，所以在习家地位最高。 习近平对他从来都是敬仰三分。话说十一年前，当时的习近平已经担任政治局常委快满五年，准备在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权位的前几个月，彭博社曾经发表了一个长篇追踪报道，报道中引述了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主任夏伟的话说，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现金权勾结，可是以中国为最。 只要属于这些权贵家族成员，就占很大的便宜。由于缺乏透明，更加助长在中国要发财就得靠关系的想法。这种情况说明了没有正式职务的太子党何以势力这么大，或者像中国俗话所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习近平及其手足是已故的革命家习仲勋的孩子，习的出身让他成为太子党的议员。他们都是高层党领导的孩子，在政治和商业上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 据彭博社当年的调查研究结果，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习家大部分资产都可以追踪到习的姐姐以及她的丈夫和女儿。齐乔乔在接受公开采访时，曾以不堪回首形容自己文革中的苦难遭遇，说自己被发配到内蒙古种田的那些年里，有五元钱就感觉像是发了财了。齐乔乔对当年离京赴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时的最深印象，就是母亲齐心特别给她带上了一尊。 一尺多高的塑料制的毛主席整身塑像，在内蒙古插队期间，齐桥桥与一个叫张鄂生的北京知青结识，此人也是一个老红军的后代。文革结束时已经被就地提干，日后担任内蒙古的卓资县的县长。此二人在内蒙古结婚后生下一女，取名张艳南。中共官媒当年的采访报道说。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习仲勋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恢复党籍。当年四月初，在邓小平、叶帅和华国锋同习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他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由于寿命仓促，中央领导决定让齐桥桥以秘书身份陪同父亲一同前往。从此，齐桥桥与首任丈夫过上了。 聚少离多的生活，为日后婚变埋下了伏笔。习仲勋调中央工作之后，齐乔乔就随父回京，任职当时还存在的基建工程兵部队。这个基建工程兵部队整体被转制之后，齐乔乔就调任了刚刚恢复建制的武警总部工作，担任过武警总部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和外事办主任等职，曾挂大校武警衔，是当年的。 全武警最年轻的部师级干部，就在这段时间里，齐乔乔与首任丈夫完成了离婚手续。一九九零年十月三十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在委员长会议上大谈了一通设立不同意见保护法的必要性时，回忆起当年在西北地区闹革命的历史，以当时的内斗情况证明把不同意见者打成反动派的恶果，结果第二天就被通知到南方休养。 此后的习仲勋一直都是居住在深圳和珠海两地。期间，夫人齐心不知什么原因没有长期陪同，但齐乔乔却主动辞去军职，随同父亲南下。这期间，他遇到一个从靠在云南做烟草生意成为巨富的阔商邓家贵。一九九一年，也就是邓小平南巡掀起全中国的经商大潮的前一年，这个邓家贵就已经以。 三百万元的港币购置了当时的英国属地香港宝马山花园一单位，然后作为定情信物赠送给了齐桥桥。两人于一九九六年结婚，邓家贵从此成为齐桥桥与其前夫所生的女儿张艳楠的继父和商业后盾。彭博社记者二零一一年前后的调查结果是，地产登记记录显示，前面说的这个位于香港宝马山的宝马山花园的一套物业，仍还在齐桥桥的名下。 一九九一年的购买价格相当于普通中国工人年收入的九百倍。话说，二零零二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儿子习近平荣获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喜讯，令齐心摆脱了丧夫之痛，于是召集全家庆祝。席间，齐乔乔表示自己也要向弟弟看齐，读一个清华学位。果然，齐乔乔于四年之后拿到了清华经管学院的。 MBA 学位。习近平登基之前，彭博社根据文件记录罗列出来的习近平姐姐齐乔乔一家的主要财富内容有：一九九七年，齐和邓在后来成为深圳市远维实业公司的企业中投资一千五百三十万元。这家公司的资产不能公开交易，但是其中的一个子公司深圳亚伟投资名下的资产，到二零一零年年底时为十八点五亿元。根据当时一家股票公司。 二零一一年的文件显示，这对夫妇拥有这家公司的百分之九十九股份。截至二零一一年的过去二十年，齐桥桥、邓家贵、张燕南的名字以股东、董事或法人代表，也就是董事长等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出现在中国和香港至少二十五家公司申报的文件中。在一些文件中，其还使用了一个拼音的名字，可以确认。 这是他因为中国公司的一些文件中的生日等特征信息和其他以齐乔乔的名义公开访谈一致。二零零五年，张燕南开始在香港的文件中出现。那时候，齐乔乔和邓家贵把一家物业控股公司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八转移给了他。这家公司名下有一处物业，位于 Park 的 Region 的一个单元，估值是五千四百万港元。 土地登记记录显示，张燕南2009年以1.5亿港元在香港浅水湾丽景道购买一幢别墅，而自那时以来，当地房价上涨大约六成。张燕南的香港身份证号码出现在一份销售文件上，与在他和母亲以及继父邓家贵所拥有的 Special Joy 投资有限公司上所用的身份证号码一致。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的登记文件显示，三个人共享了同一个香港地址。张在香港汇景阁拥有另外四户豪华单位，该处房产毗邻君悦酒店，可以看到港岛全景。在中国内地，齐桥桥和邓家贵的开发项目是一个名为“官园”的豪华复式住宅，靠近北京的金融区。 广告号称其拥有精心修整的花园，以及重现北京城历史宅院风貌的灰砖外墙。因为当时北京限制了对公司的查询，开发商的融资细节难以获知。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他们告诉《成功营销》杂志，为了给开发提供融资，夫妻两个从朋友和银行那里借贷。 目的是吸引国有公司的官员和管理人员。官方的数据显示，首都的房价在随后的四年中上涨了百分之七十九。根据北京市土地资源局的数目，该项目的开发商齐和邓的远为公司拥有百分之七十的份额。齐乔乔的女儿张燕南在和康益盛投资三百一十七万元。三年后，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电器设备制造商于二零一零年公开上市。 根据和康益生的创始人刘景成在清华网站上的资料，他和齐乔乔曾经就读于同一个 EMBA 班。一家官方网站和公司记录显示，邓家贵也是一家获得政府十亿元的桥梁建设合同的公司的法人代表。该项目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省。 他们的名字是位于北京和深圳至少十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两个城市都对获取公司的文件信息设限，很难判断公司的所有权或者资产的价值。例如，邓家贵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的法人代表。如上所引，都是习氏家族在习近平登基之前的商业资产规模的一部分。网上能够搜索到的，如果全部引述的话，本文的篇幅将会扩大一倍。 至于习近平登基之后，其家族资产是如何的移花接木以掩人耳目，并继续秘密做大，并非我们本文重点。本文要继续介绍和分析的是，当年习近平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的习氏家族商业总代理齐家贵和齐桥桥公开的商业规模，特别是地产商业规模，绝对远超当时还只是个浙商的吴晓辉。但谁承想，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邓家长孙公主邓卓瑞。 偏偏就看上了比自己年长许多，而且轮到他上位已经是三婚了的吴小辉呢？当然，如果习近平登基之后，吴小辉能够及时幡然悔悟，转而向邓家贵和齐乔乔检讨一下自己，一不留神就犯下了狗眼看人低的错误，恳求习氏全家大人不计小人过，然后就学着邓志芳的样子隐姓埋名、低调做人，专心培养他和邓家长孙公主的爱情结晶。 邓家第四代中的老大吴邓卓应该不会落得如今这样一个悲惨下场，人被下狱，钱被充公。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了。陈小鲁去世之后，他生前好友何迪在回忆文章《启蒙之交，楷模：我与小鲁的只有生涯》中说，二零零四年，吴与卓瑞结婚，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去问小鲁，他竟然全然不知。 去问后得以确认，他警告吴不要再胡来，娶了个格格要好自为之。何迪这篇文章里还说，二零零四年小鲁都在治病疗养，没有参与安邦产险公司组建工作。二零一四年后，安邦成为舆论的焦点，朋友们都劝他尽快辞掉董事的虚名，但他和我说，这是有人拿安邦说事，既有安邦与其投资对象之间的利益之争。 也有人想借此给邓小平泼脏水，搞倒退。这个时候退不仗义。请各位听众和看官特别留意一下这一段内容中的关键两句：“借此给邓小平泼脏水，搞倒退。”当今中国是谁在搞倒退？当然是习近平。那么，又是谁在利用对吴小辉的高调处理，以达到给邓小平泼脏水的目的呢？当然也是习近平。谁让他吴小辉？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仍然不听陈小鲁的劝说，好自为之呢？早在二零一八年五月，我们就在本专栏发表过吴晓辉的下场和邓西两家的历史恩怨有无关联一文，文中引述了一篇署名“留白”的网上文章，习近平处置吴晓辉是家事也是国事的部分内容。 该文作者坚定认为，习近平查处吴晓辉是公司兼顾，吴晓辉是邓家一员，所以邓小平打击吴晓辉就是打击邓家，能报当年邓小平排挤算计习仲勋，让整个习家跟着倒霉的一箭之仇，宣泄多年心中不满，真可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这位留白作者认为，现在习近平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 要报邓家当年的一箭之仇，吴晓辉事件就是习近平复仇计划的一部分。在对吴晓辉的处理过程中，习近平是否真如这位署名留白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样小肚鸡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但是无论是习近平本人还是他的父亲习仲勋，都曾与邓小平及其子女结怨，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鑫，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